这是病毒吧？ 这风这么大，你也不怕着凉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擅自上来。全班 C 语言就你没教了？不教，米雪。不教又扣平时成绩的。随便。你是不是不敢教？不敢教。对啊，你天天抱着个电脑敲来敲去，搞得自己跟变成大师一样。万一作业交上来，大家一看，代码里全是 bug， 那岂不是很丢人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教，对不对？对啊。 哎，你对我的编程水平这么感兴趣？那万一你是个绣花枕头？作业是什么？三个数找最大值。这么长。 怎么不到十行就搞定了？U盘，还真是随主人。来了来了，作业拿到了。我敢肯定，它就是个绣花枕头。怎么说？ 这次作业逻辑是不是很简单？十行代码就能搞定，他倒好，足足写了100行，写代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简洁，把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搞得这么复杂，故弄玄虚，不是绣花枕头是什么？这是病毒吧？ 哟，你这IC的处理器就16G 的内存？嘿，妹子，你是计算机系的吧？啊，这都能看出来，真有经验。哎呀，一般的学生怎么可能用这么高的配置啊？那您看看这能修吗？傻子，别来烦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个小病毒吗？简单啊，5分钟，5分钟给你搞定。好。 哎呀，妹子，咱们现在那个林老头还是咱们系的系主任吗？啊，你是师哥？我01的，你是新生？啊，哎呀，哎，你这谁给你弄的啊？我们班同学。谁？我们班同学啊。你班同学？嗯。 不可能！你们大一学 C 语言才学了几节课呀？怎么可能弄出这东西？你等会儿啊！哎，我这有个病毒啊！哎，对啊，我那 U 盘杀不了。换一个，别着急，换一个，放吧。 哎呦，哎，有了，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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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功了！哎，我这样，要不这样啊，再实在不行，重装系统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就是，快，换一换，你的，换一换，你的吧。来来来，用你们家的独门秘技，来，快快快，常规的都弄过了，都弄过了，不用不用。哎，这都是这边了。哎，这马超出来了。这是不是那个熊猫商人的哥们搞出来的 ？No， 他同学，大姐，大一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对呀，这要是我们都解不了。他同学要是有这本事，还上什么大学呀？是啊，是不是？这是很专业，已经超过我们的水平。但是，再试试，再试试。啊，好好好。
妹妹好了还没好，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同学啊叫过来让我们认识认识？是这个是叫过来学习习探讨探讨。对，交个朋友交个朋友嘛。